这很脑子里跑跑到到处看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人就是这样，没有走过就会忘记。请问老师喝不喝茶？哦，好，谢谢。老师要喝茶，要喝茶。师傅，师傅，老师要喝茶。啊。谢谢你，慢点。再等，再等，我才回来上班。对，老师。那我们还要席地而坐啊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很凉快，如果夏天了，这里好凉快哦。吸收大地，吸收大地的精英。这里磁场很强。有人他在练气功了，他说他上太武山来就阳气就跑出来了，阳神阳神跑出来，回去以后跟你家的就大声风一样我去最近吹云县马祖，云县土尾，那那个有下了一个马祖叫土瓦公，马祖在土瓦公，那我也要去的三两个礼拜去，我要全部资金要跑出去，但是盖飞的，像这样盖飞的，那个就是它，但是里面的格局设备哈，艺术性哈，国内的都通过了。他说最漂亮的，比那个明州妈祖那里，明州那是大，啊，澎湖的是古老。那我看到湖北妈祖宫了，朱瓦公、朱瓦妈祖很棒，不错，挺好。蛮好玩。妈祖，你这个庙肯定喜欢。这个我可不可以在田里，你的庙旁边田里盖一个大小美术馆，可不可以？有没有可能？啊，如果我没有，不要等下去上课。然后我说我没有时间，我们又一边电箱三十，我让我儿子牵手，右手左右第一手，然后有人告诉你，找问你，然后在农地哈不平嘛，现在帮我问，他说在马祖的旁边，为什么我们说很多民宿哈，看那个宗教。